进个商店买东西是吧？ 我问你找到这些，这个这个好像挺便宜的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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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
现在是隔离酒店，但是听说七号这样子就开放出来了。
在路上，看那里也是在干嘛呢？他就是，哦，你们到点了。哎，这谁呀？哎呀，不行啊，你是那个真。 游客朋友们，请往楼上休息参观，不走回头路。戏台年代久远，请拍摇好小孩，脚步轻放，禁止跑窜。谢谢合作。 游客朋友们，请往楼上休息参观，不走回头路。戏台年代久远，请拍摇好小孩，脚步轻放，禁止跑窜。谢谢。关家关，关得好呢。请看，真的呀。不会。正的。你看，你看，奶奶，两个，把他们两个，把他们两个，准备参观去了。好。 往楼上休息。对，可他们要走回头路，不走回头路你从哪儿？老妈，老爸那里面有贴纸，贴上的那好像是一扇门。老妈，这边不能走回头的。 车全是招牌，但是一家店没亮码。算了。
有什么形容？游客朋友们，请往楼上顺序参观，不走回头路。戏台年代久远，请参观好小滑，脚步轻放，尽情好笑。谢谢观众。一会儿就到。怎么可以给他调呢？
梯呢？А туалет у нас где лучше нам делать? Вот. Там вроде по пути разве нет туалета? Туалет искал. Это надо спрашивать, наверное, у девчонок. Там есть, но они закрыты.也不是路标，就是它这里它有一个这样子高的一个石台的，然后你就直接往那边往方向那里。左边是吧？对。谢谢啊。
来，让靠边，靠边，对。小子，你过来拍照噻！哎呀，我们上不来了，我们已经拍了。哇！我觉得你最会找了，搞绝了，不是，我找的，只看到影子。你小心点啊你。
水果我们得要是吧？这个鱼我没摘。你到哪里？拿老鱼嘛，都跟着你啊！我相信，我现在看着转过来的，相信，再把我们那车转上去。
看一下啦，这里吧，要哪一种？Thank you.
上楼走的。找到了，我看要八。八号的车在等我们了。可以骑个马上去。拿到没有？来了。我没拿到。
他下流了。Hello。三一，我直接我就打了吧。
你家那个电梯也大一次了吗？你要出去一点也可以啊，要出去一点吗？角度你可以调的，比如说你这样可以调到这里。边边拍吧。不要走光就行了。对，到这儿。对对对，这条老爷子可以坐，看我这边。拍到长一点的东西，我是说啥呢？